是佛陀和1250位比丘一起住在迦维罗卫国精舍，由于结下安居已经结束，于是佛陀从禅室出来，和弟子一同前往舍卫国的奇树及孤独园。这两国之间有一棵大树，叫做弥居类树，树高20里，而枝叶覆盖的面积则有60里。树上结的果实非常多，弥居类的果实吃起来又香又甜，味道有如蜂蜜。掉落地上的树果，人民吃了之后，病都会痊愈，而且眼目明亮。我看天地万物，各自都有他们的宿世因缘。请问世尊，是怎样的因缘呢？请您宣说，以开示度化不知道的人。善哉，乐于听闻的人要专心听啊。人如果培福的话，就像这棵树一样，它的种子只是一粒果核而已，后来便渐渐长大，结果能利益无限。当国王大臣，地位尊贵有权势的人，都是礼敬佛法僧三宝的结果。大富豪之人，财宝无限，富敌王侯者，是素食慷慨布施，乐善不倦的结果。为人长寿，身体健康强壮而没有病苦者，是素生严修戒律、持斋戒杀的结果。长得端正白净、容光焕发、身手柔软、吐气芬芳、人见人爱、令人观看不厌的人，是修忍辱的结果。喜欢精进修行，不懈怠，乐于培福德的人，是曾经精进的结果。个性安详，不急躁，言语行为都很谨慎的人，是修禅定的结果。有的人有才干，明白事理，通达了解幽深之法，能够把微妙的义理讲得很顺畅，让愚蠢的人都能听懂，别人听了他的话都能继续请教，且接受他所言，珍重他所言，并广为宣传。这种才能是从修智慧中得来的，讲话声音清澈的人，
是从歌咏三宝中得来的，干净清洁没有疾病的人是从慈悲心中得来的，因为他前身不用木棍等物打人之故。长得高大的人由于前世对人恭敬之故，长得矮小的人由于前世轻视傲慢他人之故，长得丑陋的人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对事物一无所知的人由于前世不喜欢学习问人之故，生来愚蠢的人是由于前世不喜欢教导别人之故，哑巴是由于前世谤毁别人的缘故，聋子瞎子是由于前世不看经典不听讲经的缘故，当人的奴隶是由于前世欠债不还之故，地位卑贱的人是由于前世不礼敬三宝之故，长得又丑又黑的人是由于把佛前面的光明遮住的缘故，生在裸体之国是由于前世在佛寺及精舍衣着不整的缘故，生在马蹄国的人是由于前世穿着木屐在佛前喧嚣走过之故，生在穿胸人的国度是由于前世布施作福时心生悔恨吝惜之故，投胎成张、鹿、麋、吉等鹿类中之人是由于前世喜欢让众生惊慌恐怖之故，生到龙族里是由于前世喜欢调戏是亲福之人的缘故，身上生有恶毒之疮却总是治不好是由于前世喜欢鞭打众生的缘故，人见人爱的人是由于前世见到人就满心欢喜愉悦之故，人见人恶的人是由于前世见到人就面色难看的缘故，被官府拘禁关在牢内手铐脚镣捆绑的人是由于前生喜欢把众生关在笼子里让众生不如意的缘故，生得兔唇之人是由于前生钓鱼让鱼缺失唇吻之故，不喜欢听金玉良言而且吵闹不休扰乱别人听经闻法的人后世会成为单耳狗，虽然听闻佛法但是内心不信以后会升到驴马之中，牵令贪心自己独食的人会堕到恶鬼道里，以后投胎为人会很贫穷饥饿衣不蔽体，自己吃好饮食给别人吃恶饮食，这种人以后会堕到猪及蟑螂之中，抢夺别人的东西以后会堕落成羊被人活生生的剥皮，喜欢杀生的人以后会成为水上的浮游虫朝生暮死，
喜欢偷窃别人财物的人，以后会生成牛马或做奴隶，以偿还偷窃之债。喜欢奸淫别人的人，死了之后会入地狱。男的会抱着灼热的铜柱，女的会卧在炽热的铁床上，以后还会投胎做鸡鸭。喜欢说谎并到处宣传别人过错的人，死后入地狱中，会被扣灌滚热的铜汁，会被拔出舌头，以牛来跟他的舌头，之后还会投胎成修流、鹰鹬这类鹰声难听的鸟类中。当人们听到它们的鸣叫，都觉得惊怖，说会发生鬼怪灾变之事，都诅咒这种鸟死掉。喜欢喝酒，最后犯了种种过失的人，将来会堕入热腾腾的大便地狱，之后还会投胎成猩猩，转生为人时非常愚蠢顽固，一无所知。夫妇之间彼此不柔和顺从，经常打斗争执，彼此互相驱逐的，将来会投胎到割鸠鸟类中。贪爱别人利器的人，将来会升到大象群中。当官吏的人，如果对方无罪，自己却利用公职之便侵犯人民，用鞭杖抽打他们，强迫拘捕他们，脚镣手铐他们，使他们投诉无门，这种人死后堕地狱，神识受到极端的痛苦。这样经过千亿年之后，再堕到水牛中，被人穿鼻口，拉车拖船，被人用棍打鞭抽，以偿宿世之罪过。不干净、不知羞丑的人，是从猪投胎来的。牵令贪心、不廉洁的人，是从狗投胎来的。凶狠暴力、刚愎自用的人，是从羊投胎来的。清躁不安、不能忍耐任何事情的人，是从猕猴投胎来的。身上有一股腥臭之气的人，是从鱼鳖投胎来的。凶恶狠毒、心地阴险的人，是从毒蛇投胎来的。爱好美食、喜欢杀害众生、没有慈悲心的人，是从豺狼、狐狸、鹰中投胎来的。在胞胎时就死亡，或生下来不久就死亡，或很短命就死，之后又堕落三恶道千万劫的人，是由于前世喜欢打猎、射杀动物，喜欢焚烧山林，喜欢把动物的卵弄破，喜欢捕鱼网鱼。这种人杀害一切众生，贪吃他们的肉，贪图他们的皮毛，因此而得短命的报应。这些人生生世世经历累劫，都堕落恶道，很难有成人的一天，要引以为戒呀。
凡事做功德，都必须亲自烧香、斋食、诵经，不可以请人做功德而不给供养、不发愿。就好比请别人吃饭，自己却不吃，这样自己怎能饱腹不饥饿呢？要烧香礼拜，洁净身心，手持戒律，修习禅定，才能摄心。佛前燃灯，能得聪明，最后能得世间智、出世间智及出世间上上智，没有任何障碍。平常就要烧香、斋食、读经、布施，能布施的人可以得到福报，诸天神会帮助他，恶鬼邪神都会远离他，不敢去侵犯他。懈怠的人平常轻松安稳过日子，没有精进修行的心，等到有朝一日生病了，或者遇到不吉利的事时，才想到要去烧香拜佛，说是作福，这样诸天神是不会降临的，而众魔就赶前来骚扰，做种种神变怪异之事。因此应当要精进修行。罪报与福报跟随着人，就像影子跟随着人一样。我们培福就像下种一样，收获的果实犹如泥聚泪树那么多。泥聚泪树的本来种子有几个核呢？种子只有一枚果核，渐渐长大之后，却收成数不尽的种子。对，只布施一个，却获得万倍的报酬，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贤者好布施，天人自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施善人，祈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世人愚蠢无知，只能用有生死的肉眼来观看一切，而不能透彻了知罪业及福报的根本。我用道眼观看无数劫以来，一直到今天的众生罪福报应，清楚的犹如观看手掌中的珍宝琉璃，内外都透明清澈，没有任何疑惑不明之处。您说的这些法应该用什么名字来称呼比较合适呢？这部经叫做《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读诵这部经，而且广为宣传的话，功德无量。他们能够见到贤劫中的一千尊佛，并能追随供养贤劫。
天赋，他们不会堕入三恶道，也不会生在八难处，能够得到正地。佛说完这部经时，有500位比丘证了罗汉果，诸天龙神及12000名清净信士、6000名清净信女，都对佛法升起了绝对的信心。他们都向佛陀顶礼之后，绕佛三匝，欢喜而退。